来，开始喽，从国语的开始吧。好，我用一二三就唱了。好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呦，秀姐生日哦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英文。国语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台语的黄梅调。来，客家的黄梅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给他们送金掌声鼓励。你说的哈，好，你说的哈，来。秀秀很少讲话哈，他的话都给我讲完了。我真的很少讲话，而且最近声音也很沙哑。最大的希望还是大家健康，真的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。而且最近那个地震哦，真的，我吓到鸡皮疙瘩。我只有一个人在家哦，后来地震完了之后，我手脚发软。因为最近我也是在偷懒啊，就没有到广场这边。但是在家里，我喜欢种种菜啊，养养鸡这样子啊，种种花这样子。但是呢，今天生日快乐，也要祝大家生日快乐。在这里不离不弃，看到大家满脸的笑容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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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第二个，张一珍。我是一珍，不是助教一珍哈。是一珍，非比一珍，你是玉哦，你是玉哦，发音不一样。我不多话，天灾无情哈。祝大家平安圆满。耶！来王贵，我们姐姐。小心，姐姐小心。我还是祝大家哈，身体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大家要和谐哈，不要吵架。我今天来要团结，谢谢哈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来两位。正是他的生日，10月10号。啊，真的。姐姐生日快乐。哎呦，今天呢？我说不是，我说4月3号，我是。但老天爷真的开一个很大的玩笑，我是4月3号生日哦，刚好花莲地震。我看到哈，真的是非常的心酸，看到这个地震哈，真的很恐怖。谢谢大家，加油加油，平安哦，大家平安哦。对，是是，好来。两位姐姐，赶快点哦，哎，快点，没有底片的哦，赶来赶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玉贵。吴玉贵，很开心来跳这个广场舞，认识了好多朋友。我祝福大家兄弟姐妹青春快乐。好，来来来来。没有怎么办？就是随便讲两句就好。不会讲，就是唱歌的。我是罗桂春，在这边跳了大概3-4年。哦，是哦。觉得手脚还是不灵。以后更进步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掌声鼓励。谢谢大家。